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子。今天带大家看一套前滩东方汇雅的一套精装修的两房两厅，目前在出租的。啊，这是小区的前排，正对着东方体育中心的，所以景观和视野特别好。这是在客厅的阳台位置。啊，产证面积83个平方，两房两厅，客餐厅是南北通的。啊，这边也是业主最近刚刚配置的全新的家具家电。啊，硬装修是开发商统一配置好的。中央空调、地暖、新风系统啊，以及整套房子是有这种智能家居的电控系统的。这边是朝北的次卧啊，可以看到小区内部的景观啊，带了一扇非常大的飘窗啊。这边是卫生间，一个三段式的干湿分离设计。这边是朝南向的主卧啊，同样一个大飘窗，可以看到东方体育中心。那这边是开发商配置的柜子，精装交付的啊，像床啊、沙发啊、餐桌这些软装是业主自己配置的，目前房子在出租的啊，性价比非常高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现场看一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